美股四大指数24日全面上涨，纳指、费半指数双创收盘新高，台股 ADR 随之扬升，台积电上涨1.85%，联电跌0.12%。六月台指期开盘上涨112点，为21670点，金融期持平开出，电子期开高。永丰期货指出，台指期上周五下跌37点至21568点，价差方面，台指期转为正价差2.66点，电子期转为逆价差-0.14点，金融期正价差缩至2.74点。永丰期货指出，现货部分上周五三大法人买超68.28亿元，而在台指期净部位方面，三大法人净空单减少227口至-3807口，其中外资多单加码超过空单加码，净空单减少323口至-8402口。十大交易人中的特定法人全月份台指期净空单增加450口至-3895口。永丰期货指出，整体来说盘面资金健康轮动，航运股动能削减后资金再度流入，技术面格局好转。而北盘大跌时，台积电仅小跌0.91%，守住5日线，表现相对强势，指数多方格局延续。